天龍牌可以算是一個香港土生土長的品牌。有時大家在茶餐廳裏面吃到的餐蛋麵的餐肉，酒樓裏面吃到的鮑魚，其實都是我們的產品的。我是天龍牌，因為自己有工廠的，所以很多貨品，大部分貨品差不多全部都是我們直接源頭採購的，所以那個入貨價格以及成本可以做到很低。而今次開門店秉承我們的概念，永遠都是用最低的價錢賣最好的產品給各大的市民。好似嚟緊中秋節啦，咁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禮盒推出咗啦。咁有一個真係超抵嘅888套餐，一套11件嘅產品，咁就會俾啲客好方便咁去拎走嘅。其實我哋希望咧，喺一啲過時過節嘅日子咧，除咗送月餅之外，亦都有啲鮑魚嘅禮盒可以俾啲客人去做送禮嘅。通常啲街坊嚟到咧，我哋都會介紹啲產品俾佢哋啦。咁有啲街坊都幾得意嘅，咁可能會有陣時發發花膠啊，或者發緊海參嘅時候，會打電話落嚟問我啲同事。其實能夠同啲街坊交流咧，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多謝曬，拜拜。使幫佢攞，我幫佢攞，幫佢攞。唔使唔使。好啦，拜拜，拜拜。近年嚟咧，我哋都會透過一啲社交嘅平台啦，以及係網上嘅平台咧，去做一啲宣傳嘅。嚟緊咧，9月15日啦，晏晝3點啦，喺呢間大角咀鋪啦。咁我哋準備咗咧200罐呢個一口鮑魚紅燒一口鮑，咁就會用1蚊去換購嘅。其實呢個一口鮑魚咧，一開就可以食噶啦。咁有啲客咧就中意個汁，翻熱咗之後開咗佢，咁啊可以撈麵撈粉啊一齊食都可以噶啦。今次優惠的目的最主要都是想將我哋天龍牌的鮑魚可以真係帶到俾我哋大角咀的街坊，令到多啲人認識天龍牌的產品。地道的台式早餐，一試難忘的茶飲，精挑細選的住宿，令人流曬口水的美食，同令你樂極忘形的好去處。紙上去台北有超過100頁精彩推介，仲唔快啲去紙上旅行網站免費下載？